都会录影啊，然后面试也要录影，对啊，不然你怎么看到那些？好啊，那我们就开始这个，那你先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我叫王月芳，然后我现在是辅大社工系然后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想做一些学校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自己在接触身心灵的一些过程中，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的人，然后我希望可以就是透过行销这份工作，然后去学习说，可以怎么样用图像或一些文字的方式，然后来去传递一些自己所感受到的那些可能人的情绪或者是一些事物。就是把练习怎么样把理念去传达出来，然后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会还蛮喜欢这里的，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火星之恋，然后就觉得那这个过程就是我喜欢火星计划给的那一种很冒险创新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哦，那你那个什么，我有看你的那个履历里面有一些你的平面设计的一些就是算作品集，然后我想问说，所以你是比较想要做平面设计相关的部分，还是说你比较想做这个文字类的，或是一些可能就是行销数据的一些研究啊，就是使用的标签什么的？就你是有就特别想做平面设计，还是没有？我会特别想要做平面设计，但如果是其他文字或者是数据分析，我也会蛮有兴趣的。哦，所以你对于画图是更有感觉。对。哦，了解。好，那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们也是有需要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应该职缺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对，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公司面试都会针对这个一些价值观做一些讨论，就是说如果你有看这个过往的面试影片的话，应该略知一二这样。有对对对，所以想要请问，就是你这个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你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就是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些转折，可以分享一下。好，就是我在高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跟我自己很亲密的一些好友，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误会，然后加上我自己那时候个性比较封闭一点，会把自己的心就是对其他人比较。关起来，所以在的时候就变成是，我连亲近的好友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相处，只剩我自己一个人，我就觉得，再加上就是当时的班级对我来说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所以我那个过程就是，让我觉得有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孤单感，而且那个孤单会甚至会让我其实当下是有冒出，我其实有点想去自杀的念头，对，可是，在当下。对我来说，我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个晚上，我就在想这些东西，我其实蛮难过的。是我在感受自己的那一份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就突然其实有冒出一个声音，就是就是如果其实这些人所想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而且还有最主要是我那时候我觉得在感受那份痛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比我来的更痛苦，或者是有相同痛苦感受的人，但是他们却也会不知道怎么去做求助，然后就觉得自己其实也会很想去帮助这些也感受到痛苦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就会蛮引起我有更多的反思，就是可能我平常我之前对我那些朋友的一些认知。会不会其实可能只是我想的，我主观想的，然后在后来我就比较常会去对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个遇到的人去做一些反思，然后去更多的去理解，不是只是主观的去感受。那你觉得是什么决定了就一段关系或是友谊能不能够维持？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嘛，我现在走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频率。因为如果说，当我是一个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提升我自己的人，可是就算我跟这个朋友，他过去有再好的一个情谊，可是他是一个，会停在原地、不愿意再往前的人，那我的价值观、我的思维等等的，
或者是就是可能会跟他拉出越来越大的落差。那我觉得这可能会很难去维持原有那种友谊的那种品质。所以你觉得其实是随着每个人的条件的变化，然后你觉得其实那个有些人就会自然渐行渐远，就是你觉得，可是如果照你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就你认为不存在那个永恒的友谊这种东西，因为大家都会变动嘛，就是你现在持这个观点。我现在的感受是这样，但是我也相信说，就是可能还是会，在我，在我心中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人，可能比较接近那种类似灵魂伴侣系的那种朋友，或者是伴侣等等的，可以陪我去走比较久。可是那个前提是因为那些人可能刚好都跟你频率相近，然后都一起成长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话也不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今天就不是因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啊，就今天如果说你有遇到一个灵魂伴侣，但是那个灵魂伴侣都停滞不前，然后你都一直成长的话，那你们关系还是会疏远啊。那也有可能就是疏远之后又会再接近，也有可能。当然当然，可是我现在一直说就是。就是说，显然这个频率的这个高低才是关键嘛。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就是频率差距太大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障一段关系或一段友谊。对，那就我会说你的主张，你现在的认知是你觉得友谊是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算是暂时性，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比如说我现在都喜欢打篮球，然后我们就可以当好朋友，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篮球。但有一天如果我改踢足球了，那就不好意思，那除非你也来踢足球，不然我现在对足球比较有兴趣。对。但是你对足球没有兴趣，那我们就自然就变远了。所以你现在是持这样的观点。对，现在。那如果你是持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你怎么看待承诺这件事情？就你觉得今天有一个人承诺另外一个人一件事，然后或承诺一段关系，那这样承诺是不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实这个承诺都可以是随着变动，大家就协商说啊，算了，我觉得我们可能之前的承诺的时候太幼稚了，很年轻不懂事才会海誓山盟。我们现在都长大了，大家可以各过各的生活，也不需要互相勉强彼此之类的。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会去对人下承诺，也不觉得其他人要对我下承诺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因为它有个意义在，就是可能我们假设就今天有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对他的女朋友就下承诺，我觉得我真的要爱你一辈子，他就是一直守着这个承诺。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对有些人来说是有特定的意义在，可是我也看到那个朋友在后期其实是非常是反正是被这个承诺所困。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虽然有他的意义在，可是未必是好的。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事实上承诺是没有用的嘛，因为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会随着各自的发展，然后就是说因为发展的方向不一样，或是这个发展的速度不一样，反正有诸多的变相，然后导致大家就会自然的就是有结交新的朋友，离开旧的朋友，然后跟不同的人建立关系等等之类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所以承诺是就至少承诺在维持关系上面是无效的嘛。就听起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说那个承诺比较像是说，那也描述说那个人被困住嘛，所以比较像是说他单方面的去坚持某些他的行为的准则，或是遵守某些伦理道德规范。但是那个他所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其实是对关系其实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因为讲白就是关系是渐行渐远，然后只是有人在遵守某些伦理道德，但是那个也无助于关系的靠近嘛。对，就除非说他今天就假设另外一个人频率降低，他要跟着降低，或是另外一个频率提升，他要跟着提升，这样才有办法继续相处嘛。但如果只是遵守伦理道德的约束的话是没有用的，就是也不会
改善两个人的关系啊。嗯，应该是这个意思。嗯，等一下，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去那个约束任何人的这种社交发展，就是说，就人类的社交是极其自由，就是自由，完全自由，就是说自由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觉得其实是不存在任何约束力的。我觉得还是会对人有约束力，但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于对人的内心，就是是否是真的有约束，因为他可能外表是会愿意去维持社会所定的一些规律，但他的内心不一定是真的想这么做。对啊，可是那样的意思按照你的界定也算渐行渐远一种嘛。就也许说，假设那个现在很多已婚的人士，他们可能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事实上他们彼此可能已经都不太去跟对方交流内心的想法，然后可能也都独立生活，那只是共享空间嘛，就是像共享办公室什么，现在也很流行。对，我的意思是说，就其实就是说这个渐行渐远的事情，就算他们因为社会规范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但是这个也是无济于他们渐行渐远这件事，而且他们渐行渐远也是。甚至应该可能是两个人都接受的，就是说，哦，两个人协商说，啊，好，反正我们现在大家就价值观不同什么的，但我们又不想要离婚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干脆就大家各过各的生活，然后协商一些约定，然后包括可能财务上啊或什么各方面，然后就是反正就讲好了，对，然后但也有分居的，那可能比较有钱才能分居嘛，太穷了租不起另外一间房的，就分房间这样，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认知，就是你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人与人的关系的会因为各自的发展然后渐行渐远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被任何的伦理规范来就是限制导致他们不渐行渐远，所以你觉得内心的渐行渐远是不可阻挡的，就是对，所以就是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认知的话，所以就我刚刚讲嘛，人与人间其实是极其自由，也没有方法可以达到某种绑定的效果。然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就是说你跟另外一个人一直走在同一个道路上，或是同一个方向发展，然后所以你们才会看起来有一段时间的在一起。但是那个在一起也是因为偶然性，而不是因为承诺的关系，就比如说，假如今天 A 承诺 B 要这个永远爱他嘛，然后好，不要永远爱他，太严肃了，就爱他一辈子就好，这样很容易一点。假如 A 承诺要爱 B 一辈子，然后所以他就刻意的让自己跟 B 的价值观雷同，然后就是频率调整都很相近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可以跟 B 这辈子都相处愉快，然后都生活在一起，然后也可能互相有很深入的交流。但是就算是如此，那也是一种偶然性的，因为他是刻意的去维持的。那事实上，只要他不维持了，他哪天不维持了，或他就他下辈子不维持了，下辈子就跟那个就没关系了，就是就突然就离得很远了。就是你，我说你的认知比较像是这个，对，我的认知概念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觉得那些刻意维持，因为刻意维持一定表示他要能力比另外一方强嘛，他才有办法刻意维持。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是他只要是可以一直维持自己，就是。但他至少要跟对方相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就是他实力不济的话，对方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跑去美国了，那如果另外一个人实力不济，他没办法跟我一样到美国。那他就会自然的就地理上的分离啊。我觉得实际上观看的话是这样没错，就是观察那个现象的话是这样。对啊，而且我还不一定去美国，万一我去非洲哎、欸，我去非洲，他可能无法忍受非洲的高温，或是非洲的那些就是病虫害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想要就是很实际上比较弱的人，可能他其实
也不需要去想说，哎、欸，我一定要跟对方一样，因为这样反而会给自己很大一个压力。反而是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可以提升跟成长，然后才跟对方走在一起。我觉得会有点落差。就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承诺对于实力弱的人比较像是一种激励自己提升的一种功效，嗯，然后，嗯，那应该这样说，那所以你觉得承诺对实力强的一方比较有意义，还是对实力弱的一方比较有意义？我觉得这方面又不会，以实力来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今天一个人他实力很强，然后可能他因为承诺的关系，他因为承诺了一段关系，所以他刻意的限制自己去配合对方，或者就是说他刻意的去不去某些地方，虽然他是可以去得了的，但是他都去对方想去的地方，刻意的去配合对方。然后另外一种状况是反过来，是说我是实力弱，但因为我因为承诺的关系，所以我努力的去让自己提升到可以跟一个实力强的人，他要去哪都有办法跟他去哪。那你觉得哪一种的意义比较正面，或你觉得比较就是比较有意义这样？我觉得后者。你觉得是让实力弱的人可以有所提升的？对，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个喜欢，我觉得我喜欢提升的概念嘛，就是。所以你觉得实力强的人刻意迁就一个比较弱的人的这种关系，你觉得是相对难维持的？我们不如就说他其实这比较罕见好了，我们也不要去评断好坏。你就说你认为这应该是比较罕见的状况，你认为比较常见的状况是弱的一方提升自己，然后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对。但如果今天实力强的人觉得他在迁就另外一方是，哦，他是可以感受到，哎，他很喜悦，或者是也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受限的，或者是他也在迁就对方的过程中，哎，去体验到不同的一个他想要去做的体验，那我也会去认同这一方。嗯，对，所以要看的是实力强的那一方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心念是什么，是什么的想法。嗯，原来就是说，像我们可以那个嘛，就是看那个常见的。市面上的爱情电影，就基本上就简单分成两类嘛。按照刚这个标准的话，就一类就是那个主角 A 超强，然后超强的主角 A 去迁就一个弱弱的主角 B 嘛。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弱弱的主角 B 就是经过一些训练或一些过程之后，最后变得跟 A 一样超强，对啊。然后就我不知道你比较，就你的意思就是你比较喜欢看那个主角养成系列。好，如果我个人偏好哪一个的话。对啊，就你的意思就是你比较偏好那个养成系列。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反正就是弱的人承诺才比较有意义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他这样的话会因为这个承诺而追求进步。我觉得一样会回到就是如果实力强的人去迁就弱的，还是他的心念，就是我觉得他是可以因此感到富足或丰盛等等的话，那我也会觉得他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也不会觉得是哪一个。对啊，可是我是说你比较，可是你刚刚说你比较喜欢提升的概念，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承诺，就是承诺如果是因为。好吧，我们就不要说是什么屈就或什么，我们就说至少是限制，就是说如果承诺是起到一个限制性的效果，你就觉得这样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如说承诺起到一个激励人提升的效果，就你还是觉得你比较喜欢一种有正面积极啊有所提升这种感觉，你觉得就这样才发挥承诺的价值，就今天一个承诺如果是会让一个人提升的话，才有比较有建设性。然后，如果他让人就是有点像是消极停滞的行为的话，你觉得反而是比较不好。就比如说，想想举一个什么很烂例，我知道，对啊，比如说，假如今天我就是高中生要考大学，然后如果我是班上第一名跟最后一名交往，然后如果是第一名说，那我就故意写错很多题，让我跟最后一名成绩相同，然后一起进那个什么。那个大业大学之类的，然后这样你觉得就不是太好。对，对啊，你觉得应该对啊，就是，而大业大学是台湾第一学府，这个业台青椒嘛，这个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对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业台清交？就是说，如果第一名因为那个屈就，然后就跟班长最后一名就考一样分数，然后一起进大业大学，全台最高学府的话，假设这个剧情是这样发展。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要论有自己偏好的话，当然是不屈就的。哦，所以啊，所以我说你觉得应该是要那个，就最后一名因为爱上第一名而就努力进步，然后最后一起考到台大之类，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对。哦，有道理。就你，可是那好，那假如今天你是这样主张的话，那你觉得什么是所谓的提升？就你觉得怎样叫做一个人提升了自己？就是第一个是这个人是能够知道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对我来说啦，我自己是可以透过在自省过程中去看到自己可能真的想要的东西，可能至少现阶段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要能够先看见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是就是去执行嘛。然后可能去接受挑战或者一些挫折、失败等等。可是，我觉得在经历挫折或者总之去执行，然后去执行这个过程，或者是执行跟完成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自己在提升的阶段。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就你有一个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去得到它，你觉得这样就算一种提升？对，但就是有很多种类，可能像能力，或者是他的一种，可能他的思想。你要喝水吗？我有买一点的。哦，真的、哦，哇，这么厉害！有做功课。太强了，所以那个什么，就是你觉得那个，就是，因为我本来想要说你那个包装比较华丽，不过算了，就是。你可以说啊，你都说了。我说你可以说啊。所以你是特别挑那个包装吗？不要让小事影响你。没有了，就是，常常有我就拿。哦。但我现在发现。偶然性。什么？我现在才发现。就偶然的。对啊，我说是偶然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公司之后要开始那个卖 Avian 水，真的、所以就顺便业配一下。虽然好像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买 Avian 水跟我们公司订，因为应该就是价钱都跟大部分通路相同，就是我不晓得有多少 Avian 水爱好者、啊，就是那个。不过爱好者可以跟我们公司订，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可以赚钱。我还在想干话。感谢你又让我知道了。对，然后变成团购 A 别人水，太好笑了。对，所以那个什么，就你觉得就是去完成一件，就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去完成这件事情，让自己想要的事情可以实现，也就算一种提升自己。我觉得提升就蛮广的。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人他什么都不想要，没有想要的东西？会啊。那怎么这种状况你怎么看？我觉得他想要这样就当他这样也没关系。不是啊，那我会说这样的人他不就无法提升了吗？如果都没有想要的东西就没办法提升。但他就没有想要，我就也不勉强。当然，但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算一种就是？就你觉得这算是没有办法提升的一种状态？对，就是一种停滞。对，所以其实你觉得有想要的东西，还是算是生命的意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你的，也不能讲你希望，应该讲说，就你认知到，如果一个生命它是因为有想要的东西，它才这个生命才显得很有价值，或是就是。这个才是正常的，就是状况。就你认为绝大多数状况，人应该都有想要的东西，这比较正常这样。对，
我觉得人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欲望。对啊对啊，就你认为人应该会有一些欲望才是正常，有想要得到的人才是正常。不过我好像不会用正常觉得，因为我是就我自己的话，当然是比较倾向说，哎，有个欲望或有想要的东西，然后去提升，我自己会比较倾向这样。可是我也还蛮能接受，就如果兼职的人，他就是觉得啊，什么都不想做，他就想要在那边，就想要停滞在那边。那我觉得去停滞在那边也无妨，而且其实每个人有时候也都需要一点停滞。但当然，如果他都是一直停滞的话，我也还是可以接受。没有，可是他，你如果做一个更强的主张，你可以说那些停滞的人都只是因为在修复期啊，或者是在就是治疗啊，在疗愈啊，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啊，他只是他想要的东西可能他暂时没有办法获得，然后所以他或者是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修补嘛，就我一说就是。就是说，就人家不是说什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所以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啊。就他停滞很久，那个只是因为他在储备他的能量，然后让他可以有一天去攀爬某个高峰这种感觉啊。所以，因为我也有想象说，可能这人会停滞也是用这个。对啊，可是我说那个停滞只是暂时的呀、啊。你以更长的尺度来看，他还是不停滞的，而且停滞越久了，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的东西越难达成嘛，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说我想要移动这个水，就是这太容易了，所以我也不需要停滞，我立刻就可以做啊。但如果今天我说我要把这个水带到火星，可能就要停滞一下，就至少我现在也不会去对它做任何移动啊，我也不会说我把它这样往上移动十公分，这样比它靠近火星，离火星近一点的，我在进步，那我明天再把它再垫高十公分，我在进步这样子，一直在进步这样子。然后，哎，这好像之前不知道是有那个什么，对啊，反正就是有很天真的理论嘛，就是那个叫最小进步量的概念，就是说如果那个，就你看，假设我这边你看我这名片很多张，你知道为什么要印名片？名片就会有这个功能。假如我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水送到火星，我就今天我就一天就这样叠一张名片，然后呢，我明天就再叠第二张名片。然后后天再叠第三个名片，我就说这个跟愚公移山一样嘛，对吧？就是这个，我只要每天都垫一张名片，它的高度就会有所提升，它离火星的距离就会靠近一张名片。所以我这样的话，只要时间够长，我就一定可以让这个水被我垫到火星嘛。对，就是或者是不要讲那么远啊，起码垫到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嘛，就是对啊。但是实际上就是，然后等到我死的那一天，可能。我都还没有垫到喜马拉雅山，但是我就宣称，我只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让我把这个垫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但是我这么的有毅力，每天垫名片，我真的太伟大了，就是我就是，而且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可以让这个水变得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方法了。对，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行为？你觉得他的做法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现实，没有那么实际，对。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想要让这个水变得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行为吗？还是你觉得不是？就你觉得做这件事的人，他是真的是，就他是在让这个水可以变得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吗？两种想法。第一种是可能他的智商不足，那我没有要批评他，但就是可能智商不足之类的。对，然后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就是假借这个理由，好像自己真的有在做事，但是其实可能没有想一个，就他可能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做法并不实际，并没有办法这就是可以更有效的去帮助他。就是明知。对，就是如果是明知没有用的话，当然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就只说，如果那个人他就是相信，就我们先假设他就是相信这样做是有用的。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先假设他相信这样做是真的可以把水垫到喜马拉雅山一样高。那我觉得就做也没关系啊，因为他在那个过程中可能也在实践他的快乐。
对，但是他其实是达不到的。嗯，那但我不会因此的取笑他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但是我可能会去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你觉得这个算是有在提升自己，做这件事有在提升自己吗？朝着目标努力，把这个水送到喜马拉雅山上。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人，但如果真的他就是无知，然后他的能力就能到，就是他只能想到这，那我觉得好，那他也在试着提升他自己，去做一件他可能理想中有超越他自己所平常做的行为是。对啊，可能你可以教育他就变有知了，可是他变有知之后，他就会发现，那他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那怎么办？那就陪他讨论，可能有没有其他可以让他提升的方式。那如果就是这样跟他讲之后，又说太困难了，还是放弃比较快，就不想把这个水送到火星，我觉得太困难了。那我先让他就是待在那个情绪里面一阵子，因为总需要消化嘛。然后等他情绪过了之后，再去陪他去看看，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做的事情。对啊，但我现在说，你觉得这样是好的吗？就你觉得你打破一个人的天真的幻想，就有人他原本以为他这样做，他就可以把这个水垫高到火星去，这样把水送到火星。结果你告诉他说，哎，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你教育又成功了，太会教人了，你教完他就完全相信了，哇，真的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他就失去了这个原本的梦想，然后他就，我就说你觉得这样是对一个人的好的吗？我觉得也是我会常去想事情，就是我的介入，我的干预到底是否是真的有帮助到一个人。然后，其实就以前我可能会想要有很多的干预介入，可是到后来我觉得好像就我更多的是不干预，就只是看着他陪着他。但你这样的话，不就是在纵容一个人？做一个愚蠢的尝试，而且是已知不可能成功的尝试。我可以，我先问一下，就是那这个人他的，一样是就是自强不足的那种程度，还是？我觉得，因为我很需要看到这个人的状态。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没有啊，就是好像不要讲智商不足，我们讲阅历不足、见识不足，就是因为这样比较是可以调整，因为智商不足好像没有救的感觉。对啊，我们就说见识不足，他因为没见过世面嘛，他没有受那个科学教育，所以他不知道说那个，就你可能垫到某个高度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会很不稳定，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就散架了，他可能不知道这件事。那我可能会跟他讲。对，可是你讲完之后，那这个人就的梦想就破灭了。因为我觉得破灭这件事情就不代表是不好的、啊，如果真的破灭，反倒可以推荐他去做其他的可能更有效的事情，而且也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能让他提升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就是挺好的。可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本他是一个有在每天提升的人，因为他每天都垫一张名片，原本是有在提升的。可是提升对他来说并就有更好的做法，然后我也刚好知道，那我或者是没有啊，就是你现在让他，就你跟他说这个方法无效，他就把水摆着，他也不提升。原本他是一个上进好青年，每天垫一张名片，都每天都在提升，对吧？就是结果你现在害他这个。就是把水摆一边了，就他就不再是那个上进的年轻人，对吧？就、哦、我觉得我要把刚那个比喻讲的再深入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他每天垫十张名片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方法不行。那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话，当然他就也不需要你教他什么，他自己就会知道了。但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他每天只垫一张名片，所以以至于他可能要非常多天才会发现这个方法是不行，而且要很久的时间才会发现这个方法是不行的。那我意思说，因为他这样，他的时间可以拉比较长，
然后他又会显得他每天都有一个朝着目标在努力，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上进的感觉，就是，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会说你这样不就打破了他这个上进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生命样态。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本他是一个就。别人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梦想？”然后就说：“哦，梦想就是要把这个水送到喜马拉雅山，垫到这么高。”那就是，然后我每天都在努力，而且我每天都有成果，我每天都离我的梦想更接近了。你看，本来是这么正面积极的故事，然后就你现在一下让他知道了，哎呀，这个是没有效的，然后就变成一个停滞不前。别人问他说：“你有什么梦想？”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就是或者说是说：“哦，我想要把这个水送到喜马拉雅山，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那这样的话不就显得很，就是所谓的停滞嘛，就是说，因为他就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对不对？而且就是，当他看到别人在每天垫名片的时候，然后他还会去，可能还会去嘲讽那些人，说：“哎呀，你们这些呆子，每天垫名片其实没有用的，我已经试过。”不是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没有意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变成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还要更幸福。就是没有见识的人，他每天在垫名片，然后他觉得自己很有梦想，然后觉得自己找到人生的方向，然后在为朝着一个目标不断努力，然后比较有见识。你让一个人变得比较有见识之后，他知道这个方法不行，他就变成一个停滞什么都不做的人。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觉得说，就如果今天这个人还是被我遇到，然后觉得我可能。觉得我自己评估会觉得，哎，他好像是我可以跟他讲的人，然后觉得就去讲。那这件事情就算可能会让他停滞，可是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有时候人是需要一点停滞，然后来去看到说，哎，去感受那个停滞，可能那个停滞有需要带给他让他学习的东西。嗯，对，有时候停滞也是一种提升。哦，就有点像休息，是为了走更。我现在已经进化到停滞也是一种提升。你在听什么？什么？没有，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只是说，就是那个，就是停滞也是提升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但这样的话，要变成人随时随地都在提升，就没有不提升的嘛。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提升，就是。不是啊，我哎，没有啊，没有，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就你还是有所主张的、啊，只是就是，只是你的主张就是，就是变成没有不具有否证性，因为你就主张所有人无时无刻都在提升自己，就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可是我知道了，其实按照你这样的主张的话，那个每天建一张卡的才是提升的慢、啊。就你的意思是说。每天垫一张卡，其实他提升比较少，因为他经过可能一万天的努力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方法不可行。所以他经过一万天之后，跟另外一个没有做这件事，然后已经知道这个不可行的人来讲的话，那个没有做这件事就知道不可行，这样叫提升比较快。就我们透过跟他人交流，然后参考别人的经验。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快的知道自己，原本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不可行的，然后因此而扬弃这个不可行的方法，这样其实是一种提升比较快的状况。嗯，对不对？就我说，按照你的刚的。讲法的话，就你显然你认为，如果他更早知道一个方法是无效的，然后他就扬弃那个方法，这样其实比较好啊。我觉得我不会追求那个快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人需要慢一点，有时候人需要快一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就是回到一开始那个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可能想要停滞，或者想要去做一些行动的时候，他是想要他的那个起心动念是源自什么？你觉得这一叠卡有多少张？刚直觉是二十，二十才十，
实物，你可以看得到的。二十五，应该是11张而已吧。11张，不知道，我乱讲的，数一下好了，可能12张，我才12张，1、2、3，看你这超我大，没有啊，我在你讲11的时候才十，哎，我刚讲15了，哎，我刚讲15了，12张，没错啊，我刚最后是改成12，你超我的。什么我说的？没有，我就后来觉得是12啊，是不是？但是其实不对，其实是13吧，是吗？还是十二？没有，是12，没事，12张。为什么我想考我？什么？为什么想？没有啊，就是像最后之前拆花这样一样。好，这边是12张，那这一叠呢？这一叠是几张？这一叠是几张？这叠比较多。23。没有那么多，不是啊，这叠跟这叠是差不多厚啊，对不对？你看看起来是切齐的，对啊，所以这样的话，这叠是不是应该有12张？理论上是这样，是吗？应该是。哦，所以你确定吗？你确定12吗？我才13。你才13吗？啊，第二者呢？你要那个坚持12，还是你要改善？12。那我猜11好了，我要跟大家不一样。1、2、3、4、5、6、7、8、9，啊，一样啊，就证明了物理学还是比较可信的。就是为什么你不相信物理学？它明明跟这叠一样厚，你为什么要猜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啊，我有时候就会这样。但我有学到教训的。什么？那就一样厚啊，还是一样厚啊？那我平常也会这样。什么？我平常也会这样，就是我比较相信我的直觉，但有时候物理学其实还是比较有用的。哦，对，那要一样厚嘛，对，一样厚就应该是12张。嗯，对，所以那个什么，对啊，就是说你看，如果我们在量测的时候，我们已经数过这叠是12张了，那我们就有第二叠卡来的时候，我们就量一下，哦，发现一样厚。然后就直接说这是12张，这样不就比较有效率吗？比起我那样一张一张数，不觉得那个这样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吗？就是还是你觉得其实是不准的，因为每叠卡的厚薄，每张的厚薄可能有差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这样一比，就武断的说这是12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真的是你需要精准的去算的话，当然还是要。就比较需要精确。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是不精确的嘛？就你认为啊，这样比一下，就是说这个十二张，这样其实你觉得这个是你是觉得不可靠。你认为每叠牌是有可能有具体个体的差异的？你认为是有可能有个体的差异的？对，但基本上还是会以就是直接定12张为主。但不是，那是因为赶时间嘛？你赶时间，你才定12张嘛？但如果你不赶时间，或者是你要为了要更有把握，你就觉得要数了是更有把握的。嗯，我就会觉得。对啊，那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所以每个人在垫卡片是不一样的。搞不好某个人他垫卡片，他可能真的就垫到火星了，就是因为这个卡上面有写火星计划，可能有什么特别的神力，所以如果有人这样一直垫卡垫一辈子，搞不好真的就被他垫到火星了。就是个体差异不能一概而论，那你是持这个立场的嘛？就是你觉得，可是那你又说你会告诉那个人说那个他这样变是没有效的，所以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你说我说的也有可能是不准确，有这个含义吗？不，应该是说就是，就你觉得个体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就比如说像这个卡跟这个卡，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同一种材质，然后都是同一批印制的，所以当然就认为它们没有差异是很合理的。但我如果随便再拿一叠出来，就是可能这个就会不一样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跟它我们切一样高，这个就未必是一样12张的，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一说这就有个体差异，这个可能是14张、15张，不知道数一下。你觉得这个几张？我猜，
我可以先听他的吗？14。好，他现在14，有可能是14。好，看起来多一点点。好，那你猜是多少？那我一样。我觉得可能大于14。啊？大于等于14。大于等于17。你猜17啊？哦，17。哦，那我应该猜16吗？啊，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哎，结果好多哦，15、16、17、18，18张啊，也是最接近，但你也没有猜中。对，是这个还是蛮困难的。对啊，有个体的差异，但是就是你看它就是，对，就有个体的差异，就会不一样。但因为这个跟这个看起来比较没有个体的差异，所以你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像这种状况，还是像这种状况？你觉得是有个体差异的，是吗？对啊。就你认为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是这个差异还是18张，还是落在一个合理范围里啊。它不会是什么1000张，就是。但是我会看这个个体差异到底有没有差到太多，然后来去做决定要不要去跟这个人说。对啊，对啊，对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偏小的还是偏大？你应该认为是偏小还是偏大？就是说，就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你觉得70亿人之间的差别偏小？你觉得是偏小？哦，所以你认为那个？虽然这样聊也歧视非洲，那你认为非洲人的智力跟亚洲人的智力是环境的造成？就是我今天一个非洲小孩一出生，把他丢到亚洲，就是不要讲一个啦，就是讲可能有10000个好了。今天把10000个非洲出生的小孩全部送到亚洲，然后的话，这10000个人的表现会跟亚洲人相反。我觉得我会刚刚讲偏小，是因为我是。法律上建立在，如果今天是以全球人类去比，对啊对啊对啊，还有或者是没有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单论全球人類，没有，我是说不会很显著啊，就是说也许可能这10000个黑人送到亚洲受教育，也许他们的可能平均数学成绩就比亚洲人少个1分之类的，但那个他们还是有很多人是学得好的，然后可能有很多人是会甚至还表现比亚洲人更好。就超过亚洲平均也会蛮多的之类的，就其实差异是很小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所以应该是说你会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大于先天的，就你觉得先天影响相对小，后天环境影响更大。我觉得先天影响也不小，但后天确实影响更大。对啊，就是你是后天环境论者，就是你更相信环境对人的影响会大过那个人基因先天给他的东西这样。也是蛮合理的，就是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教育一个人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做事是正面的啊，我是说通常是正面的，如果再按照你这个主张的话，因为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他这样是，就你是在帮助他提升嘛，就是说你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也许他会想到别的方式啊，就是说你让他排除一个错误的方法，跟他讲说你这个方法有别人做过试过了没有效，这样的话有助于他去想别的新的可能会有效的方式。但如果一个问题太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太困难是？就一个问题如果太困难，然后就
以至于这个就大家都觉得想不出解法的时候啊。就已知一堆不可行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可行的方法，所以才需要一直研究，把自己研究得更好，继续研究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会想，就这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这些人是真的很想去研究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去有得到一个解法的话，那。我觉得一时也想不到，不必就停在那里。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怎么证明一个人有在工作？就比如说，你知道很多数学上有那种千禧难题，虽然它不是一千年的，它可能就只是一百年没有人解出来而已。就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题目就很困难嘛，然后可能一百年都就是没有人想到怎么解决。然后，那今天有一个人说：“哦，我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在研究，还是他其实是在偷懒？就像那个最有名的是那个费马最后定理，就费马这个数学家很奸诈，他就是死之前都宣称：“哦，我已经想到一个证明的方法了，但是我来不及把它写出来。”然后，但是后世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然后终于找到证明他的方法。但那个证明它的方法非常的庞大，然后使用到的数学的一些知识是远超当年的数学知识，所以多数的近代数学家都认为费马的宣称是在胡乱，就觉得说他一定是没办法证明的，因为他没有后面那些更先进的高等数学的工具嘛。对啊，就像你今天要上火星，然后如果你说啊，我宣称我已经找到一个方法了。然后你的方法可能是这个叠卡片，然后其实是不可行的，对。我觉得就如果他这个人是像费马这样，可能他假设他是真的，就是其实只是讲假，就是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证明，可是他就是刻意这样讲，然后来保持自己的一些自尊、面子之类的。那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真正的答案是没有办法真的获得的。那只是说但是人家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成效、一个证据、一个证明，然后来，就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一个那个证据来去证明说，哎，他到底心中所想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或因为就是他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成效的。对，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比较是说，当今天有一个人宣称他在研究。这个数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有在做研究，还是他都在打混摸鱼？因为你知道数学这个东西不像一些科学研究，他还要去做实验、跑数据，他有很多的这个劳力活可以做。但是你说我今天在做数学研究，那你其实什么都没做，也没有人可以发现。对啊，就是因为你做数学研究就是在你的脑袋里做啊，就是你没有一个外显可以测量的东西啊。就我怎么知道今天一个人有在做数学研究呢？就你怎么知道那些大学里的数学教授都有在做研究？说不定他们都在打混摸鱼啊。就只能看他是真的有在。就可能像大学教授的话，他们其实有规定，就可能一年要产出一些论文。没有啊，产出论文的话，那就不是在做研究了啊，产出论文是在浪费时间啊。就他们产出那些垃圾论文，是对于研究一些伟大定理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帮助。就是开创式的那种。然后就是说。就产论文就跟叠卡片一样嘛，是已知无效的方式。只是说他们会说要看到你有在叠卡片的话，知道你没有在混饭吃，然后所以就国家就可以发薪水给你嘛。但是当国家一直在用叠卡片作为衡量一个教授有没有在认真做研究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就在浪费教授的时间嘛。因为教授一直在叠卡片嘛，然后其实对于。研究问题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对。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难去证明，
知道说他这人到底有没有在做事。对，当然很难证明啊。对，所以我就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嘛？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有没有在做事，那你觉得怎么办？其实，在公司管理也是一样啊，我们都不知道员工有没有在做事、啊，那怎么办？那我觉得公司跟那种开放式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就公司可能还是需要一定期间需要有一个产出，所以还是可以看他的有没有。没有啊，因为那个产出的时间周期可能根据，但根据不同植物有差啦，有些植物当然很快嘛，有些植物可能很慢的、啊。就我会说像。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那个财神，他的产出可能都要以年为单位来衡量，要等到一年过完才知道财神有没有发挥功能嘛。就像，对啊，就是说，对，反正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都算是快的了，搞不好你用一年来衡量都是太短浅了，对不对？就是说，就是目光太短浅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觉得要怎么衡量？如果是对于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可以去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我们又没有衡量他们的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也不要说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决定我们要怎么分配我们的资源？比如说一个国家要养多少？假设养多少这个学者研究员，然后这些学者研究员是不用考绩的，不用考核的。就比如说，哦，我们国家就说，好，我们就养100个研究员，这100研究员他们就是要去研究一些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的。我们希望我们台湾可以出100个诺贝尔奖得主嘛。我们假设这100人都在朝向诺贝尔奖努力嘛。可是现在的重点是说，哦，我没有办法去稽核他们。我们不存在稽核方法，还是说你觉得，就是叠卡片就是有用，他就是要那个乖乖叠卡片，然后叠卡片叠的最好的人。我们就赞助他，我们就认为那个人最有可能就是做出伟大的贡献，那我们国家就把资源给叠卡片叠的最好的。我觉得就是至少可能像你可能是要投注一些资金到可能这个要很做研究或者是这些可能需要去开发人的身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至少他这些研究的团队是要能让你有一定的。信任程度，然后让你愿意就是也可能知道他们可能大概在10年或20年或者50甚至50年间他们是可以去做出去尝试去做出一些东西，但是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年限，那我觉得有那个可信度在的话就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确实没有办法去那么知道说他们所做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在做事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就是，它就是一种辅助。应该是说你要怎么选择的，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无法衡量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决定那个要不要，就是养一个这样的人，或者说是你要怎么决定你要养谁？就你国家要怎么决定你要撒后谁去做这件事？那今天假设有，说不定有很多人要报名，搞不好全台湾有100万人都说我想要解费嘛，最后病啊。就是如果你开了这个职缺，你跟大家讲说，那个解费啊，最后病你这个职缺呢，你不需要被考核，你只要负责每个月领钱就可以了。哇，那这样报名一定很踊跃啊！说不定不止100万人，搞不好2000万人都报名。我不晓得啊，我一说，反正那个报名人数一定是过江之期嘛，一定人山人海、啊。你的绩效有包含就是他们要定期肯没有、啊，就是不用考核，因为你不可能考核啊，没有你就不可能考核。
或者至少给请他给一些记录。没有，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考核啊。哦。结果他今天去那个游山玩水，他也说我在想啊，然后你怎么考核？你是没有办法的啊，你不可能。你如果叫他考核交报告，那你又变成教他叠卡片，那是一样的。就你叫他那个做一些报告什么的，那你就是在叫他做一些没有用的事嘛。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让大家一直交一些很无聊的报告，然后就生出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这是已知无效的方法，就是你要这样想啊。如果今天这个考核报告那么有用，那个看报告的考核官自己早就是拿一堆诺贝尔奖，就证明一堆难题了。嗯，我只是觉得，就是至少要有一点证明，好像他有在做。但我知道记录这件事情也很难。可是我的意思是指说，如果你往那个方向走的话，最后一定是无意义的啊，因为证明自己有在做事的这些人，他们的技能叫做证明自己有在做事，而不是真的把事情做出来嘛。就如果今天我总是在花力气证明我有在做事，那我其实是没有真的在做事的呀。就像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创投他们投资一堆新创公司，然后最后都就很多都就倒闭了，就赔钱了。然后但你可以推卸说因为市场不好，因为很多原因。但是事实上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在决定要不要投一家公司的时候，他们的选拔的方式、考核的方式是看那个人是不是很会写报告，就是看他是不是很会叠卡片。结果我就说他们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在选他们的投资标的，所以当然会导致投资的绩效不好啊。就是那可能我现在一直说他们会宣称是因为那个问题太困难了，但是这也是事实啊。我就说我也同意他们。很多创投投的那个公司要解决问题是很大很困难的问题，但重点还是出在考核的方式嘛。就是说因为创投当然是一定存在考核的方式，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要对这些钱的使用要有所交代，所以基本上目前并没有一家创投是用丢骰子来决定要不要投一间公司，就是我的理解是如此。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那可是难道真的存在比丢骰子更好的方法吗？因为实际上你不用丢骰子的方式，你只是在选出一些特别擅长应付那个方式的人，你这也不是在选数学家。就我说今天你让数学家交报告，或让数学家发小的数学论文，或是叫他们去参加什么奥林匹亚数学竞赛，那个就只是很会参加竞赛的人啊，你选出来的人就只是很会解奥林匹亚的题目而已啊，那他也不是那么的会做那个难的大型数学问题啊。而且事实上这个很多数学家还认为是反效果，就有一些数学家就觉得说奥林匹亚选出来的人可能都反而解不了大的问题，因为解大的问题是很需要耐性，但是奥林匹亚是一个要你在几小时内就快速解一个中等难度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超级难，然后所以它养成一个大家想要在几小时内就获得解题成就感的这种习惯。所以当今天一个问题如果我想了三个月我还想不出来，我就放弃了。我会说奥林匹亚竞赛选出来的人可能都特别没有耐心，就他们可能都会特别快的放弃，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问题太难了，他就不想再投入。所以甚至应该说，你叫那些人去解难题，你反而是在残害这些人。但这些人也不会去解难题，这些人可能最后都去当工程师，因为可以很快得到成就感，然后就是之类的。但是我只是说，就是所谓的选拔方式，就是说今天我们要选一个人，选拔一个人，然后他去处理一些比较困难的大型的问题的时候，那你觉得什么是好的选拔的方式？就你知道我们公司办火星人试验，我们就是要选拔台湾的
优秀年轻人，然后支持他们，给他们每个月30,000元，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事。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怎么选拔？你觉得是比较就是好的方式嘛？因为我刚刚也提出了，可能就是选出一些特别擅长应付选拔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只是擅长应付选拔，并不是他们真的会对人类社会的一些难题可以有什么输出，有什么这个提出好的解决方案。筛选出一些比较很出街的东西，就是可能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要能够去筛选的话，就是这个人的眼光，就筛选的人的那个眼光是要。就是可能像伯乐一样，然后他是有能力去看见，可是那个看见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可以用比赛或者是一些选拔的方式，哎呀，去真的去选拔出就理想的那个角色，理想想要的那个人，或是东西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就只能顶多去稍微去看到，哎，可能这个人他在某些地方是有些能力，或者这个公司可能在他的发想或者是他的实际做的一些方式是有办法去真的去做出他们所要的东西，也是符合我们自己所希望他们所有的一些成效。可是我觉得，就是未来是有很多变因的，所以或者是他们公司本身可能呈现出来的样子，确实就难免会有一些落差，呈现的样子跟他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些落差，所以要说有一个绝对答案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那你觉得用丢骰子选拔是好的方式？我自己很喜欢的，对。那我们火箭之间把大家找来，我就丢骰子决定谁是冠军。最后一场是吧？蛮不错的。我们那个下个月就是7月份就要海选，就要开始丢骰子，要改变我们的做法，就是要海选就开始丢骰。不过反正就是你也认同丢骰这个方法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丢骰决定你能不能录取进到我们公司工作。好。那你觉得你期望的待遇是每个月薪水是怎么样？稍等。OK。好，那我们现在到这个最后的阶段，就是这个，就我们就是要。掷骰决定是不是录取这样，然后我们公司给大学毕业生就刚毕业进来的待遇，就是如果是做这个平面设计的话，就是没有，因为你之前没有任何设计的工作经验，你也不是相关科系嘛，所以算是你进来之后还要再额外学习。那我们给的待遇就是26,000加上1.1千元，对，那不知道这样的待遇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可以。好，那如果可以接受的话，等一下就是你可以骰一次，就是要骰到杯底才算，如果弹出来就要重骰，
对啊，筛六就录取，没有六的话就三个月之后再来，这样就最少要三个月之后才能再来申请资筛面试。嗯，然后这样规则都清楚了嘛？对，好，那你可以筛，都清楚就可以筛。哎呀，果然六点啊，好啊，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是不错，就恭喜录取这样。对，感谢。对，好，那如果那个就是对，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时申请别家公司，如果你有别的考虑的话，那你可以定个时间点，就什么时候回复我们，然后就你需要考虑多长的时间？大概一个礼拜。那如果你要来工作的话，你最快是几月几号要来上班这样？7月份，7月初。你说要7月1号来的意思，就刚好抓整数这样。嗯嗯嗯。哦，这样应该也没问题。好啊，那就是反正你考虑完再跟我说，然后如果要来的话，就7月1号开始这样子。好，那就谢谢这个今天面试，就是蛮顺利的。谢谢。恭喜恭喜，对。